子吗？对，老鸭老是背个梯子。嗯，对，我老背一个梯子，尤其那什么大场面游行啊，有半米梯子就够了。就是开始70周年嘛，粤语版，八月版70周年。哦，70周年啊，就最近吧。对，前没久呗。嗯，那天我骑着车去的，骑自行车去了，幸亏骑自行车。哎，这孩子挺好啊，不用骑，哪个人停车的，我拉他下。到处给你借钱，到处给你拿，那没招没招，也不挣钱，也不挣后，到那定住就定住了。是啊。他是空军的首席，这也不是吹的，不是说谁能来都来得了的。施政说的对，定几个标题，比如说，第一，长城可以，长城是中国的第一符号，象征。对，我觉得中国的第一符号。我来，我刚才那我那个来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哎，我们要做用这个大机子拍大题材。对。对，就每个地方一，每个地方一张。长城学会的会长董耀慧，我认识，河北的，秦皇岛的，北大进修的，啊，我认识，非常好的兄弟啊。我前段时间去过我们家，董耀慧也去过我们家。策划一个事儿，我们把长城排的跟别人不一样，都一样不好玩了。对，到时候我们就在这排成排什么，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对，一排叫全世界的眼睛是亮的。对，你看我刚才讲了吧，有这么好的平台。有这么好的器材，有这么好的人才，讲好长城的故事。长城的故事是世界的故事。对，啊，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军备这一块，我不敢讲，但是我可以去协调看看，能往外推的，我们就往外推。这个可能要需要它有一定的保密的，对吧？对。但是我可以讲，找到空军宣传部，现在叫宣传局，这是个好事儿，是吧？这些人在拍空军的装备，至少在航空博物馆，在世界上这个珠海的航展，那能出来的，我们都能拍。对，但是我们拍的要跟他不一样。嗯，对，要一样，那我们就没人。他是十几岁徒步在中国第一个徒步走完长城的，非常了不起的，中国没人第二个人了。吧，没人去吧？对。哎，那个还有那个叫拉萨广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广场来一张，这就得等了，等了这画面肯定会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不是明星辨识的，你拍个抽象都行，但是不一样，做这么个东西，那难度，但是成本也很高，难度也很大。反正有一个题材了，我觉得基本上还没人拍。那个周梅生他拍个世界遗产，哎呀，这还挺有影响。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56个民族，咱们挑几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民族的那个遗产，用这个大画幅拍出来，那个我个人觉得，56个民族的可以把那个拍，让谁那个上海的拍了。56个民族，大林是不是？大叫大林。陈海文我也认识。对，陈海文我认识。咱们不拍那个人，拍个古格王朝是代表，你比如说藏族啊，咱们什么蒙古族、哈萨克族，各种族，它都有那种地理的那个坐标。咱们拍那个，因为拍人的很多了，台湾的一个摄影家拍人。我认识一个朋友大林，你说那个大林，他是拍那个四世同堂，对，就是各个民族的四世同堂，对对对，一家子，啊，对，哎，这都是题材，对，而且现在好多年轻人就穿那个民族服装，把所有这个少数民族服装穿上拍一张照片，然后放到那，这些都是那个。我都去给他们，你说延安是吧？对对对，哎，延安塔作为我们革命的一个标志，对吧？红色革命标志。这个，因为我们当兵的讲的比较大哈，比如说，咱们做这个东西，一定要看他怎么说，跟他走说的话就没有问题，你绝对是做得好。你比如说，文化自信，对，我们就是文化自信，对啊，文化自信特别好。这几个刚才数一的，我觉得是挺好。一个，你看，刚才那个潘老师说的这个，就是名片式的，
这个点啊，像天安门啊，是吧？像故宫啊，像长城啊，这就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些典型，是吧？中华文化啊，这里面可能有硬件，有软件。然后刚才王老师说这个56个民族的这种遗产性的东西，是吧？这就是民族文化。民族中华民族这种更偏向于人的这个法人的这个本性的一些东西啊，内部结构的一些东西啊，那就更加从技术层面来说就更深入一些了啊。他提的很对，也符合大化世界文化遗产特点的那个特点长处啊。对，现在我们来查一下中国有多少文化遗产，有多少个点儿。就自然风光嘛，对，自然遗产。长城、这个长城是象征着中国，对，黄河、母亲河，这里占两个点，一定要。故宫，这是中国的首都，是不是啊？它又是遗产，又是一些政治方面的，是吧？这些，但是它大画幅拍那不一样，不一样。对，那这里面的拍摄呢，那不一样。确实是，我觉得创意特别好，但是。具体的组织结构啊，这里面是肯定是有很多讲究的。因为刚才说的，比如说文化遗产也好，或者是每个名片式的点也好，都被很多人拍过了，对，是吧？那么好，你现在要把它串起来，要跨界，啊，是吧？你好像是，比如说长城，哪里多少人拍过长城呢？哎，这个里面确实需要定位，包括大画幅也你像这个哎，它从空中看，首先概念跟你不一样。你比如你拍长城，哎，我从空中看长城，嗯，你讲天安门，哎，我从空中看天安门，对，就不一样了，对，那肯定，实际也一样，也不一样，因为可以说这么多人都在拍这个，这么多人就玩这个相机的，一定是已经把一个东西都拍烂了，但是心意永远是有的，嗯，我们要拍出心意来，对对对，你刚才讲的特别好。我们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你后着这些人，别了，对对对，不要在言谈，对，你得一个，对不对啊？嗯，红色革命的标志，红色的系列，对啊，红色的系列，民族的系列，什么自然的系列？对，我说这是谁呢？骆少明和骆少明和那个谁，傅也来过。傅江宁，大部分都是这样。夏老师啊，我科普一下，就说根据我的理解啊，因为我刚学几年，就是我们画图啊，或者说大画图啊，是首先它这个工作原理啊，不管拍还是冲的，目前你至少说最简单的啊，从像素来说还很高。你比如说啊，咱们就通俗的说，不一定很科学啊。你比如说哈，现在最好的相机，你像哈苏那个数码啊，1亿像素也好，2亿像素也好，是吧？1亿就2亿像素，但是你像咱们这个2024这么大的胶片，可以到相当于300亿像素，所以说它的这个相质好。另外，它叫技术相机，可以做很多技术调整，能够忠实的还原现场。啊，我竖的就竖的，横的就横的，我拍出一般不变形，是吧？这是它这个这个相机的技术上的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呢，我的理解是什么呢？从玩到这个大胶片的或者超大胶片的人呢，一定是在摄影这条路的积累比较多的，经历的比较多的。不仅摄影，社会精英都是。社会经验，对，从摄影技术也好，从人生的阅历来也好。从专业知识来说也好，各种研究比较多，所以在这个层面呢，相对来说拍摄的东西呢，应该是能够达到比较高的阶段吧。我们也是这样。今天咱们就是在滕主任的召集之下，借您宝地，咱们是8个人、啊，咱们这8个人呢，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域里边的精英分子。是吧？大画幅我不懂，我也不拍。虽然我是那个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啊，我算是。要是抓新闻，我认为中国记者没有超过我的啊。而且那个滕主任是3军，是空军里边的转业办主任，而且他做的好事我们都不用说了。
在我最惨的时候，被双开的时候，我儿子生出来的时候，滕主任是第一个到病房去看我新生的儿子的解放军啊。所以我今天就觉得他们八个人就是我们这个文化自信活动的创始，那个他做生意的叫董事，我们都是创始会员啊。我们要回去利用我们的资源，在滕主任的领导之下啊，您这大画幅，还有中国大画幅摄影家学会会长大都，你又别玩手机，开会老玩手机。啊，叼鞭子，八匹奔腾的骏马。我们就是八匹马，我们就是八匹马啊！文化自信的八匹马，哎，我这个定位好是吧？啊，定位好。哎，你看我们今天这八个人的数字也好，本来我还一徒弟老九，他不来就不带不，嗨，以后他来就不是创始会员了。怎么样？咱们转移到那个食材，没啥问题吧？您跑起来，我不一定是在乎我们是谁。第二个呢，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当中做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和谁做？八匹马。还有一个酒，至尊是酒吗？那个经理没来。CCTV 那个军事部。是的，是的。还有两匹女马，我前妻跟我女朋友，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个清华建筑学院的。这个就是酒加几了，这是。啊。今天必是酒。还两匹母马。加 N 吧，要加 N 吧。那么要做什么呢？今天实际上也讲了，我们要做以民族文化自信为背书的背景的，很多特别重要，对，这是特别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听了特别振奋，腾哥，我特别同意你这个文化自信啊，文化自信，这是老大说的话。至于说要做什么，都不重要。至少我们今天点了这几个题都特别好，都点题了，没有问题。下面怎么做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我就想，小王，你这样把今天那个我们搞个纪要，你写一下搞个纪要，时间、地点、参加人。说了几件什么事儿？一二三。决议啊！对，这个是真的决议啊！我们要做的不是，真的很有意义。对，你要说玩儿，那咱们就喝酒了。对，今天我认为我们是大家就是想做一件事情，因为方向比速度重要。我们都是长着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跟我们赵会长拥抱才能飞翔。你的责任很重大呀，是吧？真的，陈总，我已经是个理解了。赵会长底蕴特别浓厚。我还有一个特别，我们哥俩，你说的四选一次啊，你说的这个地方啊，你说吧，赵会长，最强，你说的这个地方我还讲啊，他非常欣赏你，我能看出来。谢谢。我是干什么的？我在部队做干部工作。干部工作，对，我搞了20年干部工作。做志愿者又做了30年干部工作，做人的工作就是做人的，特别好，特别好。所以说，我认为我们今天达成了三个一致，一个是思想一致，特别重要。如果说你说不行，我们犯大烟吧，说不行，我们卖白菜吧，完蛋了。对，这个合不拢。对，大家可以说异口同声的说，我们就要干这个。对，像我们这个年纪，能有这么一致的东西，不太多的，是少了，是不是不太多？大家想法很多嘛，乱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做的目的的内容都很清楚，特别重要，是吧？还有一个，今天提出来一个，我们有这么好的装备，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好的资源，我们还要有一定的收入，干嘛？为我们这个活动，对，非常多的经济基础去做，对，这么好一个平台，这么好的资源。好不好？这里头你看，无论是我们能够资助师宗比我们要差一些，现在无论是这个还是我们自己今后很多活动都要需要经费的，对，那么这样的我们就等于是用我们自己就把自己造血，自己就把事儿做起来了。如果大家认为可以的话，我们共同举杯。共同举杯，哎，这个太帅了，太好了，举杯，举杯，太好了，来了，太好了，赵老师，你端那个杯子啊，我也端那个杯子，还有今天我们是酒足饭饱，
诚意满满、啊、但是最满的还是志强志强、啊、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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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给我倒点来谢谢谢谢、啊啊、各位感谢各位老师给我倒点我今天说是真的是彭玉成为不是官话是真话、哎、挺好挺好是真话、嗯、哎这就是这滕主任讲的老师现在是务实啊对不是务虚啊对对对我们说到那个村东头集合拍照对对对对，他大炮火的相机了，相机啊，这就是村东头了，村东头，拿这也可以，拿这打机器拍啊，对啊，我操，真牛逼啊，咱们这合影哦，做背景，不，哪个灯？这个灯开着的，那个可以，哦，那个，那个不行吧？那个肯定开，那个，这不这能转过来吗？不能转过来，肯定可以。但是我特别喜欢把那个，哎，那个灯呢，把这个挪那边去，不是，哎，那挪得这工程大了，三脚架呢。嗯，就是说，就是这个灯打照不都能开，都能开，看一下啊。对，哎，把这灯开就行了。对呀、啊，这两个开往这个转一下，这两个灯，对。就是你说沙和尚他妈不，太不像话了。他是闪的啊。照明灯，他那个造型灯，造型灯，照明灯就可以，造型灯亮就够。哎，可以了，可以。哎，这把这一打开，哎，行了，对，不用闪，就是哎，照明。这个姿势可能你的导演一下。没问题，我觉得有的这样啊，有可能这样的。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定要特别自然。对，露出这个了。好。各在那在前面各在后面对对我跟曹主任在后面你到这边这肯定这样的是吧对潇洒一点要行啊我老想把这个往上挪这个机位不对不是他这三角架得底下先支起来不是这个我看啊那你要把这个抓紧不是这个没问题他这是中国大画幅摄影家协会会长赵大都这台机器全世界才三台德国的大画幅所以黄鹤教授你那个城市建筑什么哎拍片子应该请这些人哦这个东西应该在上边的行了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别动对但这个还能从原理上的不对的是他是要把这个上面套路对呀、啊，对啊、搞到这个地方才是对的。大画幅是这样，我们看，我们可能要侧面照，才能显出大画幅。哎，就侧面照，这是空军报的，哎，中国航拍第一把。哎，对对对，侧面，可以把光线、哎。这是中国联通的市场部的老总退休了啊，从这个方向斜的。中农发行农发行的演说啊还有谁来着空军转运办主任滕主任我徒弟穆罕默德故宫的啊下面这个灯都没有啊这灯好了就行了哎，这灯不亮了。啊，这灯不亮了。憋了。不用弄，这不用弄。哎呀，把这开开就行。这个跟我一样，老喝酒误事的海军中校。慢一点。给转业当特警了。不急不急。哎，来来。我拍这是一绝哈，对，你老是老要毕业要全部的最好，不是？这不行。他是大特写，你是大特写，我是大特写。大特写。好了，好了，哎，把那个，哎，把那个机位转一下，哎，我走的。我抱着狗行吗？哎，可以，来，同学，哎。怕我我想抱着狗结果狗吓跑了我靠牛逼大了这个你看看这个地方可以坐的一定哎对来一双哎拉开了
这再住一个，在这边再住一个。然后那个高个那站一个。我对后边站这边，哎，我吗？对，那小伙子我站在这儿。要不然这个挡着你脸了。帅，对，对呀，这个鸟叫吗？不是，底下这个现金吧，至少是亚洲唯一。哎，你看，这你在前面，这你在前面。哎呦，小伙子，你那么幸福啊！我给你照一下，哎呀，跟难得跟谭老师在一起，哎，你是大谭老师抱着你的，哎呀，赶紧调整啊！啊，好好好，马上啊！啊，哎呀，哎呦，这是我女婿，这是我女婿。哎，这可以，哎呀，小伙子，小伙子，哎呦嘿，哎呀嘿。哎呀，好了，兄弟们，来，好，一类人，你说这个原理简单不简单？简单，但是越放大，那所有的毛病，所有的毛病也放大，造不了。这是德国人，实际上是美国人，因为美国把全世界的优秀的东西传到一起，这是美国机器，德国镜头。这个大汉堡我是在中国做最早，但是我是20多年没有，可以说没有初三，先挑战大汉堡，一直都在积淀。今天我们聊到一块了，我觉得是我要做，一定要做的让别人。所以我一说这个策展，在中国可能找不到他同意，我就认为就是我们俩就是你俩共同找到了一个理想，我也听到了，觉得我们有共同点，最后我们。是吧？很多共同点，哎，就一个，太多了，哎，就一个，太好了，就是一个。我今天是个好日子啊！谢谢，好日子，好，我们那个好，好了，啊，是啊，唐老鸭，唐老师，给，哎，你辛苦了，因为滕主任，对，那必须，光服务了，这个也没有选择，实际操控。好，你能感觉到老谭哥，这个头脑，他是和我们一起认识的，八个半，28个半，老邓没来，我这个我走，岳父要走了，哎呀，嘿，这白薯干我也出来，再跑我说我就是大傻，我要啊，老哥，再把衣服穿上。这名字多写对不对啊？那个穆罕默德，我坐你车，我可以不让他送我太远。哎，怎么又一个？这个是我们的产品啊，供货的，供的火箭军的。火箭军供的货，全军。什么产品？保护什么产品？不，就是野外作战用的一个装备。哦，野外作战。野外作战就是。要打仗了嘛，也得吃。